经。那么啊，我们这一次文昌帝君奖励金的汇演从今天开始，连续三天，今天是系列汇演的第一天。现在台上您所看到的这个团体是来自我们宜兰县在地的罗东高中。罗东高中是我们宜兰县唯一有设立音乐班的公立高中，同时也是我们这次入选的十所学校当中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。那么今天呢，他们带来的这个音乐表演非常的丰富，总共有三首曲子，他们在挑选都特别的用心。第一首为大家献上的叫做《格马兰》。格马兰大家知道是宜兰县的旧地名啊，我们在这里过去也有格马兰族原住民，所以这首曲子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，是不是非常的轻快？有格马兰族的朋友在这块平原上轻轻的跳跃，或者是欢欣鼓舞的心情，大家待会儿可以透过音乐欣赏一下。第二首带来的乐曲叫做德音，道德的德，音乐的音，讲的是道德的故事。也许曲子当中会有平缓，也许会有激昂的地方，大家都可以透过音乐去挥洒您的想象力。最后一首压轴的曲子叫做河畔纸鸢，你也可以再次发挥您的想象力，想想看像这样子在月河旁边放着风筝，是不是会有轻轻徐徐的微风，或者是草地上柔柔的青草香，那么你在放风筝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待会儿透过罗东高中的乐团来演奏给大家听，相信会带给大家一个非常欢乐非常舒服的下午。那么接下来就请各位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罗东高中的表演。